大家好，我是曾过瘾。我们一点多的时候啊，在这个上面20米到30米处啊，收了一窝蜂回来。然后现在已经是5点了，我们这窝蜂已经在收蜂笼里面吊了3个小时。我们现在准备来过箱啊。为什么我要吊它3个小时呢？因为距离比较近啊，我们在收蜂笼里让它吊2-3个小时，这样子的话它就不会回蜂啊。这里距离我刚刚收蜂那个位置也就30米左右吧。好，我们现在是无纸匹过箱，老样子啊，巢鼠上面倒一点蜂蜜啊，然后这一边我们也倒一点啊，给它抹一下，然后这一张也倒一点，两张都搞一点蜂蜜涂上去就行了。好，这样就行了啊，不需要说搞得那么均匀啊，这样就行了。走，好，走。好，我们现在把巢鼠放到蜂箱里啊。这个时候我们不要放隔板啊，先不用放隔板，然后我们先把蜂抖进去，抖进去之后啊，让他们明天上了匹之后，我们明天再来放隔板啊。好，我们现在把它抖进去，抖进去之后再盖布啊。干嘛？被蛰了一下，好痛。我们把布盖上去啊，盖在有匹的这一边，没有匹的这一边我们不要盖布，然后这个盖子反过来放啊。哇，被蛰一下好痛。好，我们现在把这个换成防逃片啊，因为这个蜜蜂全部挤在门口，想进去又进不去。这个蜂有点凶啊，我就不过去了啊。